欢迎大家回到巧手妈妈课室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口罩，这是比较立体的。通常我们在外面买的哦，一般上会买到这样子的平的，平的它就比较不会包得太紧哦。所以呢，我就做了一个立体的哦，这蛮容易收藏。折起来就好了。那么怎么制作呢？这是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作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纸型哦，这个纸样呢就是这样子，就意思是说它中间这个部分是弯的，有弧度的。那我们来看它的尺寸，那你就大概画。从这里上面到下面是12 cm 12、哦、那么从中间到这里呢 10.5 cm 10.5， 这里是12 cm、哦、这边最高的地方哦12，那么这边呢最低的地方是7，所以你要画的时候你先画中间一条线，就是你画了中间一条线，中间一条线一定是 10.5，然后就从这里上去6，这里下去6，就刚好是12。好，那么这边呢，就7 cm 的话，一边是3.5，3.5 嘛，哈。那弧度这里大概出来这边，1.5或者1.23都可以了哈，稍微这样有点弧度，这个要画出来。这个的重点在于哪里呢？你看，注意看它上面这里有吗？是弯的。那么这下面这里是平的，这里要注意了哈，我放平，这里放有弧度哦。那么继续看这个，我把它放 A， 后面我写 B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画的时候哦，你在画这个布的时候，你可以选布了哈，先讲布。如果你有小 baby 或者小女生的一些不要的衣服哦，因为通常吸水比较好的，你可以用那种布料或者棉布，比较好的棉布哦，来制作会比较好了哈。那么这里呢，有铺棉，铺棉就是我们制作的包包用的。如果你有的买更好的铺棉，会更好，比如说美国做的有机铺棉，但是我们这里真的很难找到哦，所以我就初用这个铺棉了哦。那后面这个是牛仔布了哈，就是这个做给男生使用的，这个是我的啦，这个是女生使用的。这个花纹当然你自己喜欢啊，你可以绣花上去也可以啊，这个自由发挥。那么这个呢？就是里布，里面的布，就是里面的布哦。外面我是用这个牛仔布哦，所以画 A 的时候，第二片要画 B。好，这个有时候会搞错，就是这是上面自己做记号，上面比较弯，下面比较直。那么牛仔布也是一样哦，牛仔布这个是表布，表布就是外面那一层。一样的 ，A 画一片 ，B 画一片 ，OK， 四片了哈。这个四片都要留边边哈，留缝缝，旁边留一些啦。这个不必了，也是要 A 一片 ，B 一片。这个要注意看，它有我这个有胶的，有些没有胶的哈。那么一样的话 ，A 一片 ，B 一片，这样才不会乱哦。然后就把它粘在表布，我不粘在里布哦，就粘在表布，因为它有一层胶哦，就把它放去外面，这样子，然后用熨斗熨平哦，给它粘住它，就是熨在后面了，给它热了，它就会粘住了哦。这里呢。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刚才没有讲到哦，后面这里一定要留 2.5 cm 这样子，然后大概留出来，每一片都留啊。那这个已经粘住了，所以现在呢要把它粘接起来。我这样的做法呢，旁边
这里我会车压线中间这两条，那有些人不喜欢压线的话，做法又是另外一种了，啊，但是我为了比较方便你们学习，所以我就做这种，因为那个呢是要将这个铺棉连接那个会，对新手来讲会比较难一点点哦，所以我们就学习做这个先了哈，所以就连接起来。 车，记得每次车的时候一定要来回针哦，车到这里来回针，这个也是一样要车，两个，已经车好了，那么这边要用手压一压，给它打开，两边都要哦，就是这个也要，然后就剪牙口。 可以剪到线那边哦，这个要小心一点，然后就压线，这里一条，这里一条，总共两条。 车好了过后呢，我们就拿这片也是弄好了的，这片呢里面不必车了哈，这个是棉布不需要，那么就拿这个是里面，这个是外面，外面的就连接这个外面哦，就是这样子放上去，意思说不美的这个这边跟这边哦是在外面的，要放对哦，哪一边是下面，哪一边是上面。 再检查多一次，这个是有弧度的弯的，这边是弯的，所以弯的要对着弯的这一边哦。这个如果没有看好了，等一下要拆就哭了咯。然后这里呢，线对准它哦。然后这里也是，你可以用大头针固定，然后呢，固定好了之后呢，从哪里开始车缝呢？ 就是从这里车来回线，车到完到这里，这个留口下面也是一样，车到完记得留口哦，要翻口用的。现在已经车了，车缝好了，所以你就把它翻出来，翻出来后整理一下哦。 如果你说你在制作的时候不想完全不想花钱，没有铺棉该怎么办？那你就把这个棉布啊多放一两层哦，因为这个牛仔布相当厚了，我相信这样子使用也可以，你可以试试看哦。那你就把它整理好来呢，在这里呢再压线，这里旁边压一条，不然它这样子。 跑来跑去哦，要压一条，下面也要压一条，这里，跟这里，这里，车缝好了，这个是上面，上面有弯的哈，主要是它会贴住你的脸，这里下面就平的，那么这个。 这个袋子呢，如果旧了还可以用，不用买哦。直接从这里拆下来。如果你没有，当然要买了。那么这一条呢，这个我也不是买的，这个是从一件衣服上拆下来，不过也只有这一条。你看有只要有弹性的衣服的哪个部分弹性不要了就收起来，好，还可以在一些的事情上可以使用，比如说可以做口罩的时候可以使用。 然后我这样子版型位可以调整哦，那么有些人，比如说小孩子用的话呢，可以做版小一点，好。那么这个呢，就直接放在这里，折到有铺棉的地方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把它折进去。
就再做一次这样哦。这个我不打算另外穿，很麻烦，直接放进去了。折到这个刚刚好有铺棉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个这里再折进去，然后来回车缝到这里再来回固定，两边都一样，差不多要好了。遮封好了，然后就把它绑起来。整理一下。完成了，而且这种呢非常服帖，在脸上非常好用，然后收的时候直接折起来就好了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学习愉快。